政府连续两晚在半山区进行围封强检行动，由山顶道帝景园第一座至到第五座强制检测行动在今朝早大概8:40完成，约有960人接受检测，发现两宗确诊个案，另一个样本检测结果仍然核实当中。政府期间到访约410户，当中约有80户在过程中无人应援。至于薄扶林道多栋大厦亦都已经完成强制检测，约有680名的居民接受检测，当中未有发现确诊个案。而政府寻日亦都派员到访约600户，当中约有170户无人应援，政府将会采取措施跟进。